这都是核桃是吧？对，核桃。这是300一对儿啊，还是一个呀？303对。303对。对，买一对送两对。哦。这个是200的。这后面也是，这后面这只也是，这是矮庄。这白白。对对，庄稍微这种的是500的。这矮一点也挺好的，这是矮庄的，庄心稍微矮一点。我就个儿不要长的，我就要对，这几只是，这两只是矮庄的。这个500的是多少呀，老板？500的也是三对儿。啊，503对。对，都是免费。303对，203对，503对。对。都是，您是刚才说是给配对儿是吗？对。哦。都是包配对儿的。哦，免费给配对儿。先来呀。哇塞！你这不有6个了？你看看弄弄呀，这批干牛，那我这只也可以，这只个儿也大，这只矮，也矮，他这只是，这只说大，你都光在这儿，是吧？这也不都也是不知道都是什么品种，开出来什么样什么样是吧？品种是这个，就这6个哦，就是这样的核桃。这个要吗？那一对儿，这是帅哥，您这是要开多少呀？6个，三对儿。用微信呢，现金呢？先给钱好吧。这种的是500块钱，三对儿。微信是吗？嗯，该开始开了。都是免费。哦，现在该开始开了。开出来都一样吗？包配对的，不一样可以免费配对，都可以包配对。哦，嗯，要是带去店里面带，包配对的。我忘了。没事，到一起刷，到时候你挑3个好的都可以给你配，好吧？好了。要把这个皮给弄掉。这个装修拿的，我没刷呢。这装修都挺好的。个儿挺大的。这个是。对，其实也不行。一对儿的开吧。嗯，这个儿不行。葡萄羊。一对儿开始到一起刷好吧，一起刷呀。这老板还上过 CCTV 呢，上过新闻啊。中国核桃的一天。核桃羊。你都连一个大一个。文玩核桃赌青皮创始人，哇，您厉害了。开3轮了，今天都赚了。哇塞！开3轮是吧？也开了好的3轮了，挣。青皮核桃创始人。那您这个种这核桃树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有那什么呀？不一样。它这个品种不一样，对，它品种不一样。中国人的一天。对，它分品种。哦。这核桃个儿都挺大的，感觉。对，核桃那个儿都大。这什么品种啊？麒麟，麒麟。哦。再用开完皮之后，用这个刷子刷干净。这个儿都挺大的哎。对。开出来之后，然后去店里再看着哪，再去配一下是吧？对，喜欢哪个就哪个配，都是免费配的。哦。其实这个好，这个也好，这个也好。你也不用寄给他们，我给你寄给他们，然后下回再寄过来。500块钱三对儿，免费配对儿。那个当时我得给，一个送几包呀？
行，在这我给你放这儿拿去，不要。